我之前也说过，你要纳妾，你要找小，我不会拦着你。但念在我是王爷女儿的份上，你不要打我爹的脸。夫人，您请稍等，我现在就去通报。我找我夫君用通报干什么？让开。 谁啊？问你话呢？谁啊？你怎么？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我不该来还是不能来？哎呀，不是，这不是这么晚了。 你来多不安全呀，夫人。没有啊，我就是今天晚上多喝了两杯，有点不胜酒力。 你说你公务多，公务忙，我还真信了。结果这才几点，你已经上床去了。你听我解释啊，我就是去小憩片刻，一会儿就要起来工作的。最近公务确实是繁忙啊。你说说你怎么繁忙了？你北洋是要打仗还是要训兵？你到福建是戍边还是操练？我看你没多忙吧。哎呀，这军中的事情，我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好多事儿我没法跟你说呀。夫人，别的将军是什么样我也知道。我之前也说过，你要纳妾，你要找小，我不会拦着你。 但念在我是王爷女儿的份上，你不要打我爹的脸，你不用回家找我，但你也不要在军营里弄得人尽皆知，不要我来看你的时候别人觉得我是个笑话。哪儿有的事儿啊？你肯定是想多了。我不和你争辩，我到你办公室等你，而不是闯进你屋去，就是给你给我都留下颜面。好了，我回去了。 你忙完公务早点睡。哎呀，夫人，现在已经这么晚了，不如今天就留在军营吧。夫人，要不我今天跟你一起回去。哎呀，夫人，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啊。我忙完这几天之后，我就回去通知你。哦，坐，这路上慢点啊。